大家好，我是一法半导体安全与连接事业部的系统架构师陈良年。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 CCCDK 2.0 数字车钥匙端到端解决方案。这是一款实现端到端的 CCCDK 2.0 数字车钥匙系统，它使用 ST54 和 STM32WB demo 版模拟的穿戴产品，以及搭载车规级 MCU SPC58 和车规级 ESE ST33及非接触式 NFC 读卡器 ST25R3920， 基于 ST 配 Mobile 后台扩展汽车进入的便利性，这个系统可以实现诸如打开车门、开启引擎等诸多新功能。另外，车钥匙还可以供养给其他人，我们可以在手机上或者穿戴设备上开通车钥匙，这会儿已经开通好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手机或者穿戴设备去打开车门。关于车钥匙的介绍就介绍到这儿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请联系在场的销售，谢谢。